重庆除了玩滑板还要干什么？吃火锅。吃火锅。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嗯。火锅你们都喜欢吃什么？清汤、泡辣，超级辣的。我能吃辣，然后我一直想挑战一些很辣的东西。重庆就是吃辣的嘛，得尝尝到底真的辣还是假的辣，对吧？你们吃火锅都喜欢涮什么呀？毛肚。嗯，一博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。上一次我们他点了两份。什么？毛肚啊？啊，毛肚。对啊。猪脑花啊，好吃。猪脑花。猪脑花。这边的猪脑一直棒。谁吃猪脑啊？我吃。我不吃，但是这儿的那个血会很好吃，对，煮好了，对，血很好吃。我们按耐不住了，我要开门啊！再开。满桌的好吃的地道的重庆火锅，能吃到什么品种就看你们自己了。来，谁来？谁来？我筷子用的不是特别好。你可以把它绕一圈、啊，绕一圈，绕一圈，绕一圈。OK。什么都没看到，重新再来一遍。哎，不是，如果再做一次成功了，我们不晓得。什么？啊？没得吃了？牛肝没了？没了？没了？先挑素的吧。哎，你们可以一筷子多加几个。我知道意思了。阿迪，等一下，但是你失败就五个菜都没有了，怎么可能？一次就一次而已吧。不，失败菜都没了。哦呦呦呦呦呦，失败就没了，就两个，就两个，不要太黑心。好 ，OK。加油，阿迪。菜都没有怎么办？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别闹了。那你来吧，我来吧。来 ，boss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给我你们的尖叫声！啊！毛肚，毛肚，毛肚，毛肚。啊！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的，上一次我们他点了两份啊，毛肚。对啊，一博不好意思啊，你的最爱，一博最爱浪费在我手上面，换我做吧。龙哥，龙哥，龙哥，这盆肉一定要拿到，现在只有一个菜啊，来啊，这盆肉啊，全队的希望啊。 Come on bro， 来呀。哎，龙哥继续，龙哥继续。好，来了，太稳了。OK 啊，来啊。哦！耶！今晚的鸭血靠你了。MVP， 今晚 MVP。那我能做动作吗？我做烧饼可以吗？我可以做烧饼吗？我也想为他们打气，为他们加油。来了，哎，有了吧？什么？有了什么？都有了，都有了。走吧，留给他们吧。拜拜。耶，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哎，我吃你的，这个我要吃，我先吃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我拿两个，再拿一个，再拿一个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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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刚才我们特别特别多，特别特别多。那你们还在我们这儿吃，你们特别特别多。等一下还你们，好吧？嗯嗯，哇，这东西这么辣！重庆的火锅当然要辣了。嗯，辣吗？有辣吗？在哪里？啊，真的，我刚刚在那边吃，真的是辣的。哇，我们吃中间的吧，这太辣了。哎，那辣就是它会一直在那里，它不是就是辣一下子过了。哇，这东西真的太辣了。下车了，走吧。我们的人好少哦。哇哇哦！哇，菜蛮好的。来，水先来。我们队有点气场，领队也没有，队长也没有。怎么了？怎么摔了？扭到。妈妈，你摔哪里了？傻掉，扭到还是傻掉？真的，我超傻哟！我没有想过我知道会扭到脚过。滑板就是这样，有时候你可能会成功，有时候你会受伤，有时候你输了。好吧，今天比较衰。一到重庆就蛮开心的，因为看到路上就全部都是很多 SPA， 结果不小心受伤，结果到重庆没吃到火锅。哎呀，对不起大家了。我们队伍运气好差，最近怎么为什么很多伤病啊？都是我们队伍，但是起码这顿饭喝多少吃多少吧。走了走了走了。那边吃的很欢，已经开始吃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那里很多美美的，每个人都在笑。到了我们队伍上去了，走上去一看，这么孤独啊！我们看起来，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五个，可以再上一碗酥肉吗？加一份酱。那个毛肚也上一下，顺便。你们说你们能不能挑战失败？没混过去。